路加福音第八章一节，过无几日，耶稣四界行，大家向下传道，宣传神国的福音。甲伊做伙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也有互歹鬼所附，有破病所累，已经医好。这几个附近人，其中有称作抹大粒的玛利亚，捌有七个鬼，对伊的身躯赶出去。阁有希律的管家科撒的某约阿那，阁有苏珊娜，甲济济别个附近人，拢是用家己的财米献予耶稣甲门徒。四节，当真济人聚集，有人对各城出来见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就用譬如讲，有一个夜静的出去夜静，夜的时阵，有的家留伫路边的，予人所打，空中的飞鸟，过来食了去；有的家留伫搬石顶的，挖起来就打去，因为得袂到滋润；有的家留伫刺皮啊来的。刺皮啊，做伙发起来，来压配伊。有的甲留伫好的土地发起来，结实百倍。耶稣讲了这话，就大声讲：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九节，阮都问耶稣讲：这个譬如是啥物意思啊？伊讲：神国的奥妙，只乎恁知影。那是对别人，就用譬如，要给因看也看无，听也听无。这个譬如就是安尼，正知就是神的道理。遐伫路边的，就是人听到道理，然后魔鬼来，对因的心内将道理抢去，恐惊因信来得到救。十三节，遐伫搬石顶的。就是人听到道理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无根，不过暂时相信而已，直到拄到试炼就退后。十四节，遐个老伫试皮啊来的，就是人听到道理行开以后，互今生的跨路钱财宴乐所压迫，就结毋成粒啊来。遐个老伫好土地就是人听到道理，持守伫诚实、善良的心，搁吞论来结实。十六节，无人点灯，用气库来盖，还是下伫眠床下，就是下伫灯台顶，好入来的人看到这个光，因为暗盖的事，拢会显露出来，温密的事。拢会显露出来，予人知影的。所以恁着小心，怎样来听？因为囡仔有诶，要加给伊；囡仔无诶，连伊家己认为有诶，也要抢去。十九节，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，因为人多，未当到伊的面前。有人甲伊讲：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。站在外面爱要看你。耶稣应讲：听神的道理来尊敬的人就是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。二二节，有一日耶稣甲门徒上船，对门徒讲：咱来去湖的那边花，因就开船。拄行的时阵，耶稣睡去，湖顶忽然起暴风，船内的水差不多满，正在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伊，讲：“先生啊，先生啊，我要无命啦！”耶稣就醒，接避迄个狂风大应，风应就煞也平静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恁的信心伫倒位啊？”因阁惊吓，阁奇怪，三甲讲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伊命令风甲水，连风甲水也顺伊。
二六十因告诫了心人的地方，就是家里的对面。耶稣上岸，就有声来一个犯着鬼的人出来拄着伊。这个人真久无穿衫，无踮出来，只踮伫坟墓内。伊看到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嚎叫，讲：上官顶神的子耶稣，我甲你有啥物干涉？求你唔通让我受苦。二九节是因为耶稣捌命令乌龟对迄人的身躯出来，原来这个龟倒倒掠掉伊，伊常常予人割手，佮用铁链佮脚铐捆锁，伊竟然将锁链拆断，予龟赶到旷野去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叫啥物名？”伊讲：“我名叫棍。”这是因为扶着伊的鬼祭，鬼就求耶稣，唔能吩咐因入深渊。遐有一大阵猪，伫山顶伫讨食。鬼求耶稣准因入猪群，耶稣准因，鬼就对迄人出去，入遐猪群。规阵猪撞落山坎，倒落湖内淹死。三十四站，各地的看到这个代志就逃走，报告城内甲庄卡的人知，众人出来爱看是虾米代志。到耶稣遐，看到鬼所离开的迄个人，坐伫耶稣的脚前，穿衫，心内明白来，因就惊。看到这个事的，就将予鬼附着的人怎样得到救，报应灾。激烈心四位的人，因为大件的因果，拢求耶稣离开因。耶稣就上船倒转去。三十八站，鬼所离开的迄人，恳求甲耶稣做伙去。耶稣却找伊倒去，讲：你倒去厝。凡讲真为你行这大的事，伊就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伊做遐大的事。四十节，耶稣倒转来时阵，众人接纳伊，因为因拢在探讨伊。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艾洛，来趴伫耶稣的脚前，求耶稣到伊的厝内。因为伊有一个独生的查某囝，大约有十二岁，特别是耶稣去的时阵，众人会客伊。四十三节，有一个妇人患着十二年嘅血瘤，伫医生的手开尽伊一切计划，也无一人会医好伊。伊来到耶稣脚下后，摸伊三只的手。血流随时就止。耶稣讲：问我的是什么人？众人拢讲无。彼得甲同行的人拢讲：先生，众人逼我客着你。耶稣讲：总有人问我，因为我知有官灵对我的身躯出去。迄个妇人人怎袂当稳重，就尿尿出。来趴伫耶稣的脚前，将蒙伊的恩膏，甲怎样随时得着好，当众人的面前拢讲出来。耶稣对伊讲：“妇人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倒去。”四十九节，要在讲话时阵，有人对管会堂的家来讲：“你的查某囝已经死。”唔通得动先生，耶稣听起就对伊讲：唔免惊，只爱信，你的查某囝就要得到救。耶稣到伊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甲查某囡仔的父母以外，唔准别人甲伊入去。五十二节，众人拢为着这个查某囡仔啼哭对兄。耶稣讲：唔通哭，伊唔是死，是咧困了定。
因知影查某囡仔已经死啦，就踢笑耶稣。耶稣牵伊的手，呼叫讲：查某囡仔起来，伊的灵魂就倒来，伊就随时起来。耶稣吩咐予伊物食，伊的父母戆影。耶稣吩咐因，唔通将所做的事甲人讲。